这次陈昭宏的个展《瓦屏松的玉女》在二楼的展场部分展出的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海滩系列。作品从1975年的早期作品，到近期艺术家创作的新作，在这次的展览里面，这些作品深受到年轻的观众的喜爱。尽管作品的风格可以简称为照相写实主义，但是事实上，陈昭宏在画面中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情绪，包括神秘感，包括超现实的部分，包括特殊的构图，包括挑衅的角度。这些不论是对于生命的礼赞，或是回应他自己个人生活的简史，或是对于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，或者是他曾经研读过设计、建筑以及东方绘画的一些背景，这也是这次展览的最主要的目的，让我们重新跳脱照相写实主义的一个框架，重新定位陈昭宏这样一位重要的艺术家。